要右转啊，左转啊，右转啊，搭帐篷了啊，你要拉好才能推啊，那你来弄啊，这样不就 OK 了吗？你钉的是直的，我钉斜的。哦，哎呦，真的是臭的要死。我想要离开了，所以你就摆烂，像那匹马一样。啊，你不会帮一下姐啊？你在旁边只顾着等着吃啊？就重女轻男嘛，对吧？你跟妈妈是名人。你看罗文佳，对啊，是吗？别人就会拿放大镜看我。我认识你啊。谢谢安志杰钢家。今天会很紧张吗？不会。你开始紧张了，你紧张要抖脚。你喜欢我吗？不喜欢。那你觉得我们多爱你一点点？有。哎，起来，这张我做的。你坐那，你先坐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嘢福气旅游界》节目。今下看到短短嘅短片咧，成呢下家电视台推出新嘅呢个儿童青少年嘅节目。但礼拜二阿母啊七点半咪播出吼，已经播出一集咧。今东方去到绕墙到呢个突然到个节目地图嘅两个男主角咧到节目地图，让大家咧分享一下到底个节目地图系讲乜嘅内容。大家咧分享呢个里边一开始咧绕墙嘅是系呢个突然悟通突然，欢迎。嗨，大家好，我是吴彤，欢迎，很高兴来到福气来了。耶、yeah, ，很开心可以邀请导演来担任制作人，对不对？我的荣幸。嘿，天天呢绕墙的是 Andy 盖男主角，是玛莎嘞 ，Andy 盖罗爸爸罗文嘉先生，欢迎。嗨，大家好，我是罗文嘉罗文嘉，东方一的客家天气台到大家见面。哇，这个 Andy 娘娘旁的气氛有点不一样哦，因为平常很多我们的罗爸爸讨论都是好严肃的问题，不过今天感觉上突然变得很娱乐，又很青春动呛春。今天呢绕墙的是 Andy 盖男哦，是盖男主角，是 Andy 盖罗小弟罗义恩，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罗义恩，欢迎，很高兴上这个节目。耶、yeah, ，欢迎义恩，你看。伊恩一出现在镜头前就是青少年的样子，对不对？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新的儿童节目，叫带爸爸离家出走，听名字就觉得带爸爸离家出走，然后感觉上背后很有事，有没有？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是一个新的实境秀，我觉得很挑战耶。先请导演分享一下，你可以讲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内容、嗯、这个节目就是有一对父子嘛，然后儿子刚好就是小屁孩的青少年那其实在正常家庭里面这时候刚好是亲子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对，可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会看到每一集这对父子都会一起很亲密的出游，因为他们去露营，对，所以一定要睡在一起，一起要处理很多食衣住行的事情。对，但每一集都有一个孩子其实很重要，而且不得不谈的一个议题。是，所以我们会同时看到亲子的旅游，也会看到很多孩子心里面的话，也会看到很多漂亮的台湾的不同的美景。对，你看导演是狗脑洞眼蛋啊，其实背后应该有很多事。我们今天只录一集，其实我是蛮想录三集，好把那个秘辛全部都挖出来。你讲来听的有人问的是。你知道我们讨论亲子的题目对不对？爸爸跟儿子为什么是这对父子？这感觉上通告很难敲哎，对不对？对啊，其实这个节目最难的其实还是在一开始如何找到适合的主持人。错。那我觉得妈妈女性本来就是一个善于沟通的角色，反而是在台湾家庭里面男性，尤其是爸爸，我们跟爸爸社会，对对对，跟爸爸可能到了一定年龄就无话可说，对，然后关系就很紧张。所以那个时候客台给了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也的确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去寻找。那不管是从我们常见的艺人或者素人里头，其实都很难可以找到好像原本亲子关系就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父子对。那后来其实已经走到一个死胡同了，那客台这边就给我们建议说，哎，罗文嘉跟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小孩在教育理念上好像还不错，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认识罗大哥，那就一拍即合，真的就觉得他真的也是我未来当爸爸的一个样板。真的哈、哦，我相信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有很多收获。不过呢，就是时间有限，我们赶快进入主题。请问一下罗爸爸，你为什么会一口就答应这样的一个节目？对，其实一开始黑糖导演找我的时候，那时候我以为他只是要问我说他要做一个类似的节目，想听听看我的意见。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是要找我当男主角。对，我想说 ，OK， 那刚好我也在那不久前我也看了他拍的另外一篇纪录片，那我觉得他是个很认真的导演，所以我就觉得没有问题。然后我就约了我太太一起，我想说听父母的意见嘛，然后
就听他讲，我觉得这节目很好很好，蛮好的。最后他说，哎，那是不是有机会请你和罗小弟？哦，听了愣一下，你讲真的假的？嗯，我愣了一下，嗯，然后后来呢，我也忘记怎么样，是，我们就说，嗯，基本上还是要看弟弟他的意见，因为我不知道他 O 不 OK， 他并不愿意，因为完全不知道，从来没有跟他聊过这种问题，嗯，所以我们说，我们基本上初步觉得我们愿意可以跟他谈一谈，对，那看他意见之后再回复给导演，是，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回去一谈，伊恩就我就 OK 啊，随时什么时候拍，你就立刻就答应了，你没有说让我想个三天，我说好，就这样。就五秒钟就决定了。我其实有一点印象，我记得反而是妈妈，你看妈妈就女生心思很细腻。对，妈妈是没讲，哎，你要跟艺人聊啊，她也要在镜头前曝光，哎，大家有没有想过，曝光之后她可能会被大家认识哦，从哦安妮朵张片地图拍出来的东西，很多面向可能会被看见哦，你生气啊，你不开心啊，就艺人觉得都没问题。哦，没错，就是。我妈虽然不同意嘛，但是我只要同意就没问题，就去。妈妈都不同意，比较像是先跟你要先好好想清楚这样，所以最后很快就达成共识的，对不对？对，因为妈妈其实基本上关心的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在拍摄阶段，她到底可不可以时间做演好，做扮演好这样的角色，对，能不能好好拍，认真拍，怕她说答应的很快，对，最后做的时候其实就很混。那第二个妈妈想的比较多是说，那这对于她日后的成长是，那会不会因为这样给她的生命的成长中注入一个你不可知道的因素？哦，她觉得这个东西要很慎重。嗯，对，但是因为她真的反应太直接强烈，所以就没有办法，就被他拖着走。我说要啊，不能不要，要这样。所以你看，这也是另外一个亲子议题。其实一样，我们这个节目讨论亲子议题，那刚才罗爸爸分享，其实就是一个亲子议题。你有个题目，你如何尊重孩子的想法，跟他沟通，对不对？对对，我不能太严肃啊。我们对，我们其实这里面八集《绕台高乐费》，我们有八集，每个题目我都觉得很，哎，这个手卡上面的每个题目都很让人家很想要知道，像第一题叫青春的告白，对不对？对，谈的就是爱情。对，刚播完这一集，最难的一集，没想到在第一集就做拍摄。对，其实这一集，对，因为导演跟制作单位其实很认真，他在决定拍每一集的时候，他都要先跟罗小弟有很长的 meeting 讨论聊天，吵，然后鼓励他就尽量讲，这样讲。所以啊，那个会议我是不能参加的，所以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然后呢？后来知道说第一集要拍这个，我说哈，然后他要我跟妈妈做的一件事情，说可不可以帮忙联络那位女生？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妈妈通告是叫哎，妈妈你可以联络一下吗？对。那后来知道说，其实他只是想借机会能够跟那女生有机会一起出去玩，哎，是这样吗？哎，等一下，就玩就玩。爸爸讲哎，爸爸讲的是真的吗？就你那时候起心动念，心里真的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所以这是真的。对，那时候是说要谈什么主题嘛，然后就说，哎，那谈这个，谈爱情这个主题好了，因为刚好我有个同学，我小学时候蛮喜欢他的，然后想说，哦，那就谈了，没关系。然后我就想说，就请爸爸联络他或者是妈妈这样。那联络也是接不起，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好好跟对方讲，因为人家有爸爸妈妈。对，所以其实这个挑战很高啊。然后我们一度犹豫，说到底要怎么开口？说我们家儿子想有个节目，想谈的是感情问题。然后我喜欢的是你女儿。对对，我懂我懂，因为他刚才点起头，有蛮多青少年的节目，有时候讨论的议题蛮严肃的，比如说让青少年好好来了解我们社会里面蛮关注的议题。可这个刚好不是，是我有个节目谈的是爱情，对，哇，所以很挑战。我记得一开始很像爸爸妈妈，很像没有立刻答应哦，爸爸反对，是这样子啊，对对。好，那后来怎么说服改变？我跟他讲。然后他去跟他爸爸讲，原来是这样子。我跟他讲说，哎，你要不要上车？他说好，但他说他爸爸不同意。我说那你去跟爸协调。就说这个节目要录五集吧，是不是？你看嘛，所以爸爸后来就同意了。应该是讲后续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最后还是对。所以今天也算是
解密导演，对不起，你看第一集《青春告白》，哎，我一定要先讲一下，其实第一集已经爆出来，里面有一颗画面特别重要，因为剪完之后，为了尊重爸爸，也为了尊重艺人，还要不低调狂狗嘛，对不对哈？因为总不能这样太没有安全感，所以有一颗画面是你特别坚持，是不是？对，那个画面没有不能剪掉这样。是什么？那个有一个慢动作，蛮喜欢的，一个美美的背影，然后你往前走。好，大家现在略略可以看到，哇，好像韩剧的这个画面，你看哇，而且重点是这一颗台尬孔也是一下，它那个回眸一下真的很美。听说上次其实导演你也没有剪，只是留比较短。对，因为原本初剪的时候这个镜头做的有点太长，对，那我们想说要浓缩一点，让它后面冲浪的画面多一点，帅一点，然后把它稍微剪短了3秒钟吧。没想到第二集出外景的时候，然后伊恩从头到尾就很不开心。我会问他什么原因，他才跟我讲说你把那个画面缩短了。然后我马上说好，我会放回去，所以他马上就火起来了。他听说那个画面，他在家里面就看了100次吧，一直重播上百次。好像一直都没有我的，他一直啊，再看一次，再看一次。我觉得那个画面就好像啊，很棒。他全部哈，那粗剪带，他就只关注那个画面。那25分钟就是关那个画面。那好像他看到画面的时候充满陶醉。那后来导演就跟他说：“这样好不好？”我回去把它剪，然后缓慢 repeat 100次，剪个影片给你，你就可以看到过瘾为止。而且导演还慢动作，对 slow motion， 哇哇，很帅。哎，伊恩，我支持你，因为爱启动你的坚持是对的。因为我们在看片的时候，第一集那个画面引起现场非常热烈的回响，所以你以后也是可以当导演的。不行，当演员就好。当演员的时候呢，哇，其实还有动到神奇感内容吼，像你来乡亲们先聊哈，立马查，你等下怎总来讲。台高的小街，大礼拜廿五号7点半，土爸爸你家出席，我给你绕场，都系你家突然闹。男主角公告个细节咧，哎，我被纠正了。男主角是我们的伊恩，所以我们这个罗爸爸其实只是男配角，男配。对，如果要报金钟奖，就男主角这个报男配角。收头节目，因为我们讲到青春的告白，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录很多，会听到很多秘辛，太可惜了。今天好不容易才敲到这通告，赶快来进行。导演是不是觉得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题目？第二个，爸爸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对，其实第二集我们也是接着去谈论亲子之间最容易的冲突，就是爸爸妈妈常会依照他想要或者他没有达到的事情，要孩子照着那样的方式去做。嗯，那其实伊恩本来就是一个很不主流的一个小孩，那他的父母也给他很大的自由度，但是其实爸爸还是有一些期待跟希望在孩子身上。通常爸爸会这样，没关系啦，念你喜欢的科系，哎，我觉得那个科系不错，你知道那个就是潜台词。所以怎么样，这一集罗爸爸，爸爸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其实我觉得天下的父母大概都会有一个自己寄望小孩将来实现的梦嘛，对，但是慢慢就会被现实摧毁啊，就渐渐发现啊，好像不太可能。但很多人成功了啦，可是在我的身上，似乎我觉得那个就是他完全不会照我所想象想要的，所以我渐渐就接受了这样的大体90%接受，可还是会有10%肯定的，就觉得可不可以？你没办法做到全部，你做到一点点是跟我的梦想有重叠、有衔接的部分，所以我还是会偷偷的塞一些平常的这个生活作息啊、教育啊、观念啊，把它放进去。是，对。刚爷，你听爸爸讲的时候，你一直摇头。毁灭10%，全部都在我那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个90%爸爸已经先放弃，然后剩下的10%你还想毁灭？没有，毁掉5%就好。哦，毁掉5%就好，他想退一步。是，你看这也是好有趣，对不对？还有像第三个主题，你比较爱谁？手足间爱的平衡啊，这个一听就很敏感。对对对，这一集很难得，因为在意大利读书的姐姐刚好回台湾度假，所以我们就邀请她来加入节目。那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家庭里面，只要有手足之间从小这种亦敌亦友、亦爱亦恨的那种情感，也很自然。尤其那一集，其实刚好他们一家三口难得一起去出远门去玩，所以也看到很多
很精彩的互动。是伊恩喜欢吗？那一集？蛮喜欢那一集，因为大家也觉得那一集很。他最喜欢哪一集？哇！要从小那集拍最快，因为跟姐姐的很有默契，拍什么的哦，都完完全全都是很顺的。哈哈。就又可以跟姐姐相处。对，因为从小他就喜欢姐姐嘛。嗯、可是姐姐大他很多岁，大他八岁，所以姐姐从小其实不太想理他。七岁半。从小就说你出去啦，你不要一直跟着我了。那他就一直，那难得这次有机会，他姐姐答应说暑假回来的时候愿意参加他的节目。嗯。那姐姐答应，他们就一起去。那我在过程中其实我也觉得两个都长大了，两个都变了。姐姐也长大了，也会。配合他或照顾他，然后那他还是很喜欢姐姐，所以他其实很多事情后来发现，渐渐他已经不选择跟我分享，他会选择优先跟姐姐分享。糟糕了，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就是爸爸的脸书有很多跟伊恩的互动，那爸爸你这样心里会不会有一点觉得糟糕？你要被姐姐取代了，喂猫。那姐姐也会告诉我了，借内线，借内线，借内线，所以还是会知道有没有什么拍整个狗仓哈了又嘛改，你觉得比较别扭，或爸爸觉得很别扭的地方，或我都可能很辛苦，或是你觉得有什么你今天特别想要在节目爆料。或是你们这中间有没有什么争吵的事情？我觉得我是一个觉得，因为可能我比较认真的工作态度啊。我觉得说工作哈，其实因为拍摄其实过程时间拉长嘛，很辛苦，不是只有我们两个，有团队，大家都要配合着在拍，所以我很怕他常常就因为自己爱玩，然后不专注，或是又岔到其他地方去，影响到工作的进度，所以我会比较。专注或紧张一点，所以我为此有时候觉得他太混，我会有点受不了啊。伊恩听完之后有没有？我觉得因为第二集那时候是因为第一个太阳很大而中暑，我已经有中暑的那个，对，然后再来是因为某些因素，所以我很不爽这样，但不是不爽爸爸这样，对。OK， 看起来也是有故事的。导演呢？导演呢？导演觉得呢？其实这一次很难，是因为像刚刚罗爸爸，因为他有在社会做很多的参与嘛，所以他知道工作大家的分工跟那个责任感。嗯。可是孩子他答应录这个节目，某种程度一定出来也要好玩有趣，他可能在里面的表现会很自然。所以我也是在里头怎么去拿捏，让伊恩可以觉得哎，出来拍片是很好玩的。对。可是又可以进到工作的一个 tempo 跟状态。那当然也很感谢罗爸爸。爸爸，因为他还是随时在管教孩子，让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跟着我们一起成长。尤其是要有时候，比如这一集要讨论主题，对，他讨论主题的时候，对他来讲，他其实根本不想跟我讨论这些主题，他只想这集要玩的，不管要爬树、要潜水、要玩的、要把妹，这才是他真正的重点。其他我们大人在原本题目设定说这集要谈的那个主题，其实他根本就是。我懂，完全没有兴趣，所以过程中我就要说，哎，我们来聊啊。那他就有时候有一句没一句的，然后我就觉得，你们怎么好好跟我讲了，好好聊呢？我懂，因为爸爸就是很专业的想说，我们大概知道今天节目有一个主题，但孩子就是他是真的实境秀啦，对，他是真的实境秀，所以听说鹿狮潭、赌狮潭、该醒有一点点小争吵是吗？有，他们不爽，因为我怕虫嘛，我怕那种蠕动虫，所以是爸爸不爽。对，那天我是真的很不高兴，我真的，你是真的不高兴，我真的不高兴，因为我想说，我们这边也有影片哦，等一下我们不能乱讲，我们等一下会可以一起来看影片，所以爸爸先说，你是真的觉得不开心，对，我真的，然后对他稍微有点发脾气了，我一直说你不要一直这样子，比如导演希望你往前过去，跟我过来，一直好好的那看那块菜园，他一副爱看不看，然后这个怕那个怕的，我就觉得真受不了这个孩子。所以我应该当场发火了。他很固执，就什么东西都要听他，就是那种他会觉得说要把这个做完美，然后做完美就是要听导演，然后有时他会自己当导演，就是说什么、欸、你要做那个东西，做那个东西。我说导演并没有说，然后要做那个东西，我就很不爽，说你又不是导演。他说没有，你就是要做好这个东西，你是做好这個本分。我说我已经做好我实境节目，我做好了。然后他又说没有，你一定要做那个东西这样。就你一定要看，你一定要做，你要靠近。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讲的这一段不会剪掉，不会剪掉。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
因为刚刚爸爸有分享，对，其实爸爸就是很认真在排节目，而且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应该要来做。但艺人就会觉得哇，他就是真的很实际的在里面，然后呈现最真实的一面。哎，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这其实就是真的是我们拍这个节目的最终目的之一呀，丑猫。其实我原本找他们就是希望他们来到节目之后来了里头也很像他们平常相处的样子，所以他们在争执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在旁边继续录，然后继续看好戏，也不是看好戏。等一下，导演，你刚刚是说说出，你刚才也不小心说出看好戏。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他们最自然，或者是说一般家庭里面亲子会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啊，那其他如果觉得可能比较不符合节目需求，我们再剪接再来修改就好。那我觉得那个反正是现场最珍贵，就他们自然的互动，不是为了表演而表演，是不是？对嘛，好，爸爸应该也认同。所以我发脾气应该还是蛮正常的。既然透露被，好，那我们要不要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吵架影片？好，好，我们一起来看。好了，看看又读节目地读，还没剪接又让尬。研发嘛，研发嘛，研发嘛，没你中嘛哈。哦，美中嘛，有他什么味啦？可以来啊！哎，反正超多蚂蚁的。对啊，对啊，对啊，嗯。这有刺呢。对呀、啊。你看像像阿婆那样踩啊。你踩，我不敢。对呀、啊，这样踩。我连叫声你都不做，那你是来这边干什么？这有刺啊！你踩啊！你们踩啊，自己踩啊。有刺有刺就怕，你看阿婆也怕，你就避开刺啊。你就避开刺啊，你看。这不是好了吗？这个这边比较大，比较好打。嗯。太可怕了，你都虫，虫是最可怕的。还叫我拿菜，我就不想拿了，太恶心了。还要拿着，要放到这里面来。我觉得他强迫性，他这种强迫性很明显，我不喜欢的，我就不要做。放进来。你就帮忙一下，帮忙一颗两颗也好，然后什么就是好好帮忙啊，有奖励嘛，啊不用用这些行了。你看你问的，我打给你，我来找来找。你就专心点工作好不好？我盯工作。去猜哈、哦，就只是虫啊，那又怎么样？而且哦，你只是要引起注意而已。我就很怕什么啊？你不是也怕一些东西啊？你去逛鱼市场，我让你拿鱼啊，你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你拿它看的，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很会顶嘴哎，其实他对我还好。嗯。他最近需要选社团。对。他回来说：“哎、欸，爸爸，我觉得我第一志愿选辩论社，因为我们学校开的。那第二志愿是热舞社。”嗯。我就说你干嘛选辩论社？啊，然后他妈说，哎，辩论不错，训练他的逻辑思考。我说你觉得他还不是？你觉得他顶嘴还不够强吗？最后的结果是有选辩论社吗？我第一志愿还是辩论社。哎，我支持。要练习嘛，不是没有顶他不好吧？只顶妈妈这样不公平，我觉得。我觉得导演，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想第二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现在感觉很棒，而且动又刚秀，对，火力越来越强了。对，谢谢两位一直强化我们对这种亲子节目的动力。这样，最近我发现哦，嗯，这就节目开录完，我最近我发现他沟通的方式，成了之前就会用言语嘛，会顶一下顶两下，后来他开始也会好好讲。那最近我发现他用了一个新的方式哦。他开始用写的给我，用那个 chat， 对，写给我。他给妈妈就会写纸条，虽然很多错字了。我跟你讲，妈妈在骂我的时候，我就打字给她，因为那种时候就是你不跟，因为妈妈已经不跟你讲话了嘛，你只能找她，那时候她又不在家，联络方她的方式就只有 chat 嘛，那你就只能用那个跟她讲。妈妈生气，她不想听你讲话，你就，因为我根本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妈一两天就过了，真的就过了。有时候就是讲一讲啊，骂一骂，好，隔天啊、哦，好棒棒这样。但写纸条我是突然发现哦，好像这个可以，但是他已经从小学就有开始，但是好像写纸条没有用，我想说那算了，就顶嘴吧，这么最简单。那现在你觉得写纸条比较好？没有，没有比较好。他根本没在听啊，没在看。写纸条、没有在看。
其实他都拿给我看、啊、他拿给你看这也是抱怨说、欸、你看你儿子写这什么东西啊其实伊恩是有在观察的，他其实是使用很多策略的，可能改策略好又好，所以等一下他要去动青才开股市，台干莫哲会聊哈，你等一下常会讲。我觉得，你半夜不是啊？七点半，土爸爸你家出席哦，哇，躺起都改下改大嘴骨，就觉得怎么可以不看？随便随便便 Q 一个一分钟的这个毛毛虫，就感觉上背后很多故事。不过嘞，每次来这边上节目的来宾，我们都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UV 嘎嘎狗哈，认识你们不同的面相。但我突然发现，借由这个节目就已经可以认识到他们不同的面相了，对不对？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过罗爸爸在野地里煮鱼跟市场买鱼的画面，问台下的观众。不过我们还是简单问几题啦哈。第一题我先以罗氏父子为主好了哈，请问一下，不能想很久哦哈。好，请问一下，你们可以写出彼此最爱吃的食物吗？最好是改动西，不然好先不太宜哦，可以哦。伊恩应该知道爸爸最喜欢吃什么吧？不知道啊，哦，我大概知道吧，这个吧。我是写反啊，没关系。好，我们先翻过来，翻过来。哎，你们都已经看到别人，等一下，这个，对，伊恩，你先说好，你说爸爸喜欢吃肉，是吗？是，我是肉食性动物。哎，太棒了，这个答案，所以什么肉都吃。我的意思是，就是特别喜欢吃控肉。哦，孔妞，他大概孔妞，对我妈妈煮的孔妞。那我这个我认同啊，这一定要的。对对，他讲你就是要吃几咖分改孔妞，厉害。然后爸爸写是糖果是吗？不行，糖果泡面，就之类的，就是非正常食，不是非正常该吃的食物。你要写说非正常。OK， 食品，反正垃圾食品都是你爱，啊、对不对？我知道，所以这一题正确答案应该是垃圾食物，对不对？所以你很喜欢吃糖果、泡面这一类的非正餐食物是吗？那伊恩，伊恩，对对，哇，孩子嘛哈，等一下踢你踢，好，这是可以擦的，可以可以可以，好，没关系，这样没关系。好，踢你踢，摸一下哦，可不可以写一下两人写一下彼此，你知道彼此最讨厌的东西或事物，没关系，他范畴很宽，都可以。你觉得对方最闹改东西或事物，这个是感觉有正比级数，好像很快就可以写出来，真的是两个人很了解彼此哎。哈哈，我吃写错了，写对写可以是吗？吃鱼，好，没关系，对，好，注个印号。哇，真的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可以在第一集看到台干鱼卖鱼，也是因为爸爸很怕鱼，所以爸爸那是我第一次进鱼市场买鱼、摸鱼、抓着鱼、碰着鱼，是不是？第一次，导演，我觉得我们第一次，我们可能要特别去强化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对不对？啊，好，所以是吗？做功课啊，对，差不多了。类似，真的太有趣了，也真的很准哦。第三题是三个人，好，第三个人三个一起哈，可以拱一下哈，就是这一次李阿白这个节目哈，就是，来导演，你写出你觉得你最辛苦的地方好不好？然后两位也觉得可以分享一下最辛苦的地方，写一个小小的没关系的，我们可以用嘴巴做，我们可以用说明的做补述这样子，对。感觉这个就是一个陷害题呀、啊，就是要以导演的角色来写出最辛苦的地方，这样。哈哈 ，Oh my goodness，OK，、okay, 来第一嘞。啊，随便就这样。好，没关系，你还可以做补充。车拍，算你就写个车。好，好，伊恩的写车，你写车是因为车拍你觉得最辛苦，然后爸爸是写爬树。写书，然后导演，你现在是写出外景，对，好，导演先好了，你这样我有点紧张。这一集这个节目最难就是要出发，因为他伊恩要上课嘛，所以时间很难巧，爸爸很忙，时间很难巧，然后又到外面去露营，气候变化也很难巧，变数很多。对对对对，再加上其实
他们很慢。对对对，我们好几次也因为台风啊或者太冷太冷下雨取消了，可是也有进度压力，所以这个节目做了一年，很不容易。辛苦了，投然辛苦了。但只要能顺利出去，都很开心，都很顺利。没有，而且现在看到成果，心情不太一样啦。怎么哈哈？好，这边是写爬树。因为我没有想到说，本来是说露营嘛，对，露营就生火啊，或是第一集潜水去海玩那个冲浪，我就还可以想象。到最后一集说要去爬树，我想他爬树真的爬那么高，我觉得对我来讲。蛮挑战的，也是自我挑战，对不对？对，被吊上去，我超气。我们是自己爬上去，他是被吊上去，超气是？他是被拉上去，你是气谁？我们是自己爬上去，气爸爸被打，被吊上去。你觉得爸爸不应该被吊上去？你觉得他应该要就是自己爬吗？挑战自我是不是？虽然可能会爬到明天的。你看他刚刚说你的梦想不一定是我的梦想，他对爸爸也有很大的期许，对不对？好，所以你自己有爬上去？有，我们都爬上去，最后还要早上的时候我还爬到顶，好棒哦！你看再一次自我挑战。那你这边写车拍，你觉得那个最辛苦？念稿最麻烦，有时候会念错这样，然后拍好几次。是，因为我们每个节目一开场是。父子在车里面有一个节目开场的对话跟介绍，那对一个人来讲，他是唯一不能自由发挥的，就在那一段，所以他会比较辛苦，而且 NG， 而且那部分就是我一直告诉说，你要好好，第一要非常自然，对吧？导演希望在车拍短短时间把今天主题破题，要很短时间，那他如果讲不好，我们就要一直重复来回开车，就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情，开那一段，对。就不是像一般做不好再来一次，我们是要一直要开车到重新来一次。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啊，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那段真的太难。他好可爱，他也很诚恳。他说，那段真的很难。所以没有，重点是导演越加越长，原本大概三段，然后变成五段，再十，然后再来一页。因为你越或两页，你越讲越好了。对呀、啊，因为你越来越棒啦、啊。我觉得这就是过程。我觉得节目真的时间太短，逐一题，逐一题，最后一题啊，不用写的。好，来，我们讲一下哈。我觉得有没有因为了解节目，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看到彼此的成长，或者是整个改变，或是收获。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当时到投烂的投人做这个节目一个很重要的心情。对我讲，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过程中，我本来觉得只是记录而已，记录一下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最后我们发现，我蛮意外发现说，其实我觉得他很多地方成熟也长大了。那我觉得这件整个过程，比我想象中他有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学到说什么是团队合作，什么是把事情做好。我觉得这可能比平常我给他讲一百遍都有用。因为出去外面这么多次，看得到有很多事情的完成，你看到表面，这背后是很多人一起努力。我觉得这点他应该蛮有感受的。太棒了，伊恩呢？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改变，都可以。我觉得就是能体验到这种大家一起，这种跟剧组一起活动啊，然后那三天两夜或者是两天这样子，我觉得蛮就是一个蛮让自己能。就是一开始不能想象后面是，就是你看节目就是哦，这就这样拍而已，就不知道怎么拍。但是自己去拍，其实真的蛮累的。对，知道其实是很繁琐的工作，要做蛮多辛苦该准备。然后其实看到成果，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们都很开心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希望可以看到更多哈。Give me down for you， 绕墙投然，然后那个罗氏父子两子，然后来到节目地图，给大家看到不同的面相，算是爆料啦哈。不过然后希望你个乡亲朋友。听错，你看几多个唱首演个节目，昨天看到动到大家想不到个事情，很好从容开始，大家从容被收播动态，所以谢谢导演，谢谢罗爸爸，谢谢伊恩，好，我们继续加油哈，天天好嘞嘞，绕场休息没有，看好嘞，做人同僚。好看福气来嘞！节目界乡亲朋友，我记得许多，你个面书嘞、听讲哦，还有听日客家电视界 YouTube 频道，也记得老两记人片分享出去哟、哦。